分享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不晓得现在这样子，我可以打那个无名王者多少滴血？希望很多。我猜一个小时回来还是无名王者。别吧。我进不去吗？搞不好我一下就过啦、啊！我都剩这么多等了。哇！一千呢、欸！这也太痛了吧！农历也太久了，今天应该会过吧。嗨，龙龙倒在地上的时候，用近战武器开发特殊攻击，好啊。可是我用不到特殊，我的右手应该可以换近战武器。问题就是对付这一只。这个怎么？这个怎么躲得掉啊？刚刚那个根本没有办法躲吧？倒下来走过去，好哦，我再试试看。太远了啦，我还不如再放一下法术。龙龙，不然你叫无名王者不要再其他来啊！我一点都不想对付他。言论，千鸟大混蛋，那你们要我怎么样？不知道这是龙的味道。等一下仔细观察看看它好不好吃哈。我觉得要冲过去用剑太困难了，我不如直接再送一发灵魂枪比较符合我。口感一定很胖，天天有在运动。没有，他一个礼拜只运动一天。
枪。而且是从我笑，他还不让他自己在这边很无聊。我他还说看你卡关。我要努力过关。快扫到！啊，这是什么？有法师终结武器，灵魂结界枪没有理由打不倒。第一形态，有一个理由，就是这个操作者技术太差。就会发生这种事。面对一级必杀的 BOSS， 攻击力提不提升？根本没差，有吧？有差吧？看隐形试试看好了。隐形这种东西对我好像没有用。可是，刚刚他真的没有打我啊！你看，他没有打我啊！迟钝一些啦，有什么你就来个隐形盘坐，我才不要嘞！我觉得他一直在那边还是他会看到，但是就是可以让他反应慢一点。我觉得，最起码刚开始我有先出杀的机会。这种招式难道是在羞辱本王吗？看起来只好拿出真正实力的十分之一左右。他拿出十分之一，我就已经打不过了。我知道我们的计划是什么了，就是我们要一直死之后，王就会觉得，这个挑战者非常弱，所以我来的时候他就会比较不认真。这时候我就可以赢了。面对千鸟，1%都可以。哦，快来台战壕战斗机，我跟他狗斗了。可恶啊！这动作不一样，直接给一刀，没耐心，再陪陪我嘛，无名王者，不要没耐心嘛，开始就是的。终于又进第二段了。
接近一点会比较容易放龙头喷火。是啊。其实杀龙的是他，不是我，我是无辜的。他自己把龙杀掉的。好啦，问题来了，他的那个冲击波，我到底要怎么躲？秒杀龙龙，在同伴死后把灵魂结合为一，是龙族的传统。嗯，火烧鸟好食，如果加熊更好食。不好食，不好食，不要加。勇敢一点，贴过去。好哦。嗯，我要重新第一阶段。你那个表情要讨厌啊！无奈的样子。那无名王者有些释放的死了差不多一百次，天哪，一百次了，看来真的有可能会突破那个记录了，三杆天使者。较量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啊，耶！要进入下一阶段了。啊哈哈！我还想说，无名王者就要保不下，遇到修女跟神父该怎么办？是在后面的王吗 ？DLC 一定要买，因为有一条好性感的内的裤，差点看成内裤。放我的灵魂结晶枪啊！我施法术就被他砍了，正要外阵的龙龙报仇。他不用再报仇啊，他都杀我这么多次了。真的要说也是我要报仇，好不好？打中吧，打中，打中！耶！喝水，喝水。王本身我是用翻滚到背后，用肩慢慢磨死他。只要有心，用沙子也可以把神木磨断。我用肩应该会磨到吧？毕竟我的物理伤害很低啊。
不在哦。口胡怎么办？我有点看不懂。虫仔不是萝莉，青鸟才是萝莉。等等，我什么时候变萝莉了？哎，都是萝莉。戴什么戒指？应该戴个满血增加攻击。我戴了幼龙跟成龙跟加快法术咏唱跟加强咒术。就是你，看到你我就是真的完全没有想法。升到满了说，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黑暗的游戏，再加上操作者又是我的时候，就变本加厉。龙的冲击波我打了好多次，从未遇过这张，那就代表你打的不够多次。快学学我，看看什么招都放出来，不要太得意怎么对不对？要一直被虐杀了是吧？躲掉了，哦，这时候倒下来，哇！啊，没有喝到水。说了一小时还在打无名，只剩下五分钟了，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本王可不是残暴之徒，还不是因为又把龙龙给杀死了。我进去什么都不做，他还是会杀我，对不对？有人数罗琳鸟开场三秒内被王 KO 的次数吗？数这干嘛？我自己事后影片是在数我自己死了几次啦。现在开始在电玩闪用这招相认，我们去打无名王者，一个小时都打不倒了千鸟和宠物松散了。现在无名王者大概要点很久才点得完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拜托你固定的模式就好。到底打不打得赢呢？我虽然是个王者，在酒吧只点牛奶，为什么不喝啤酒？因为啤酒伤身体。那是牛仔吧？这个王者非常的悠闲，可以陪我一直耗。不过就是为了得到灵魂，出现在最前面的傀儡，直接了当的。本王的恩典，结果你竟然把本王的龙龙给杀了！为什么你一直都在支持龙龙？明明就是人家先打我的。你到底在哪？怎么了？
会都不长眼睛，嚣张都靠隐形，赤手空拳都缩成蚂蚁。你在说我吗？没有隐形就不会染黑魂的。上张口中的枪口标故意瞄人家龙龙的骨尖，我一直很想要找到他的头啊！不开声音就是固定动作，太坏了啦！明明就每次都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，说不定要刷新最后生还者的记录了。我之前啊一直认为我的不怕分类型的话，动作游戏会比射击游戏看起来，现在我不怎么觉得了。哇，我太慢，王者表示本王已经想睡了，拜托你不要再来挑战了。没有死死了，又来绕完了没？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无敌啊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个一样啊，那个那个叫什么的电影，奇异博士啊，刷新难道最后生还者也可以用隐形吗？最后生还者我打巨无霸打了，应该说不止巨无霸，那一整段剧情我打了六个小时，快要六个小时，五个半小时吧。就第一次遇到巨无霸，加上他之前一点点，中间有检查点，但是就那一段加起来，我打了快六小时。千万别放弃，好哦！我也打了 几小时的无名王者，哎，他真的很难，会加油的。我这个死士吧，死士是不会死，我会死了再回来，要点天分啊，可能我没有吧。有什么天分的话，应该只有驾驶中心这样子，基本上碰一下就可以开得了。这个算是比较有天分的部分。所以给我战斗心吧。上来一把长枪厉害，有种不要用长枪。对呀、啊，然后不要骑龙，然后在那边有打。加油，你不会赢，我也不睡了。那你可能就要待到一点。就目前的情况看起来，今天赢的几率不高。让我好奇，黑魂满等是几等？不管我练到满等还是打不赢，毕竟后面伤害又不会增加了。结果一拳直接打滑落地鸟，没有，连没有武器的我都打不赢，这样太可怜了吧。你看，一年都不用水，不行啦，这样会死的，而且我也要去水。禁止秒杀我，我们还有个协定吗？
在他身边，我刚刚闪掉他好多下啊、哦！我说我要什么时候攻击他好呢？这次很漂亮，接着这个气势去吧。我努力。武器本来就不适合打这种攻速的，攻击速度快的网。先去睡了，晚安，晚安。希望下礼拜不是在这里、啊，虽然我觉得可能性不高。我是不是能打一个只有那使用这个模式的时候，先给我打一下，冲过来，然后集电力被我再打一下，躺在地上再被我打两下，之后飞起来绕圈。闪掉之后我再打他一下，好像只有这个模式打的赢。他这样一放其他招我就死了。我被戳起来了，我被戳起来了，新招。二阶段被虐中。